手疼了是吧？嗯，是手上没力气。刚学武功的时候最容易受伤了，所以这个缠腕啊一定得缠紧了，不然容易受伤。记住了，师傅，这个内力有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？内功是苦功佛，那些功力深厚的弟子都练了10年以上了。 别总想着偷懒，先把剑练好了。来，师傅带你一块儿啊。嗯。